全球網民最喜愛劇集是《韓摩的》。有請呢個劇集的監製方俊超、編審羅佩青，以及一班演員上台領獎，包括有馬國明、黃志文、胡鴻鈞、劉佩月、黃志恆、蔣志光、謝雪心、何遠東。我就嘟嘟嚟嘅啦，系啦，考上台啦！恭喜恭喜，恭喜曬，恭喜曬！多謝杜生肯試新嘢，多謝天成，多謝 Louis， 多謝我班手足 Ada、嘉明、阿佳同阿樹人。多謝杜生，多謝珍姐，多謝 Louis， 冇你就冇有呢套戲。多謝投票嘅觀眾。導演組Anthony 阿葉啊、阿堅、阿 Joe，PA 組阿 Carrie、阿 Wilson， 同埋阿安腳趾，同埋阿OK， 仲有好多其實幕後工作人員值得表揚嘅。我呢度因為佢哋係都好用心去完成自己嘅工作。包括有 setting designer 阿 Somalia、阿 Carol 啦，剪片嘅 Hugo 美蓮，混音嘅 Raymond 同埋 music director 阿 Cynthia。仲有一班咁可愛、咁稱職嘅演員。多謝你班演員，多謝多謝。多謝希望你睇完呢套戲之後咧，會更加珍惜朋友同埋親人嘅關係，因為每一段關係、每一段緣分都其實嚟得不容易嘅。多謝曬。十字路口見，十字路口見，十字路口見。